什么女生有体香，男生没有？因为我本来就香啊。化妆品，化妆品都已经腌入味了。但是男生也化妆呀。大部分都是女生化妆呀，男生少部分呀。因为我漂亮啊。为什么女生有体香，男生没有？我又不是男生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回？我怎么回答？女生比较爱干净嘛，一般男生都比较懒，就是比较懒，比如说冬天不爱洗澡啊。女生洗澡半个小时，男生洗澡五分钟。为什么女生有体香，男生没有？因为其实被化妆品淹过，淹入味了吗？为什么女生有体香，男生没有？女生，因为女生天生就是小仙女啊，所以就有体香呀。因为女生是小仙女啊，男生都是大猪蹄子啊，男生都是大猪蹄子，怎么会有呢？女生比较爱干净啊，这是真的。男生就是算了吧。不是不爱洗澡，就是他们一旦就是流汗干了就不爱去换，即使换了也会有淡淡那种汗味，然后我不是很喜欢。为什么女生有体香，男生没有？其实男生可能也有吧，只是臭的。男生有些男生会有吧。沐浴露的问题吗？或洗液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孩子不仅会用洗衣液吧，可能还会喷香水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喷久了就会有体香吧。唇膏粉底液做的七七八八的各种化妆品，有的有味道的，什么网上抹一抹不全都是味道了。